而下宁夏。我爸爸，我最了解我爸，因为我爸怕的东西跟我怕的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到底他害怕的是什么呢？我也是很害怕，我现在看一下好不好？喂，投票转，我要是赶出去。他有恐慌症，恐慌啊！哇，恐慌症，我怕恐慌症，哇，真的，真的超怕晕倒了，我真的超怕晕倒了，真的。来，第一阶段任务要开始。好大，没太大声啊！我好紧张哦。深呼吸，吐口气。开门。开门了！这升降梯哦，特别帮他找人帮他做的，叫树栖啊，啊，懒得爬了。来了，好紧张。来了。我靠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何要放废话？干嘛？打 surprise！ 神经病！我们现在什么了？这是 GoPro， 我们现在很适合在网路拍网路影片呢、啊。你刚好吓到吗？当然吓一跳啊！你这种搞的东西，现在很流行，你知道那种网路啊、影片啊。其实我想拍一些来对着镜头，家庭又对的。对，现在流行那种网路影片，我们从来没有。有啊，直播我自己做的啊。我在选举的时候，选举的不一样啊。这个有那种 family 的那种感觉，那种好啊，那种 live show 那种感觉。呜呜，呀哈！今天就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，因为干嘛要给我礼物？因为二姐这个。双喜临门，小乐乐进来，然后你之前不是说好像生了一个不喜欢男生吗？我是说，他要是怀男的，就叫他拿掉。怎么拿掉？哎，怎么可以拿掉？就叫他拿过这个像你一样。这个像你一样。应该整他。不必开箱了，来。还有什么？为什么要开箱啊？开箱礼物啊。穿烂弄来的，其实我很怕，你知道吗？这什么东西？到底是什么？我还向着你，他其实蛮怕。好了 ，pass， 超大一只，你知道吗？会痛吗？我哪知道？哎呦，好痛！哦，啊，这饼干谁的？把它拿走，讨厌！饼干你看一下，好痛！影片哦，点击率破千了，破了！好吓死人！你别乱这样搞。你先去床那个收精一下，先去休息一下哦。你先去休息一下哦。快点！他以为这样就没了，我们。还有啊！哇塞！你个神经病！没感觉哦。感觉怎么办？干嘛？你们谁啊？我们是他的。怎么了？
走开啊！不值。什么啦？这要搞什么东西啊？现在不问我之后，是摔了屁股还在痛，还在痛啊！先是大门的外景。朱宗宪主持啊，对，宪哥主持。朱宗宪在干嘛？叫我儿子来吓我，到我家里来，来，我来吓你一下。好厉害呀！当，不是啦，被我打牌了。好了好了，去脱掉了，好热哎。四位大牌，成功。结束。是，下得很好哎，对呀，哎，谢谢于大哥，谢谢。不是，重点是我自己，我自己也超怕的，拿来做，我真的傻眼。你那个主要是怎么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就觉得卖肾啊，那个肾。所以他后来连那个弹出来他都怕，他都怕。